今晚三四主会找你，这妹鬼故事找回爱归。今夜的鬼故事很多，那你听过龟的鬼故事吗？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南头有一只乐天失明的舒卡大象龟。我是大叔，我主人他们都很爱我。上周我偷跑出去玩，被一个阿伯绑架，全家如热锅蚂蚁。妈妈说要去关诺英，可是我还活着啊。姐姐脸书协寻，有人在脸书上曾看到我，赶紧告诉姐姐，姐姐就用鬼故事吊他，说我是过世的农民送养，不归还农民会生气。七月讲鬼故事果然有效，我也顺利的回到姐姐身边。不他应该不至于会有一些什么攻击性的动作。然后中午没有吃饱。没有啊，一直都像这种天气还会一直吃一直吃是正常。啊啊！什么？你说鬼故事骗你点进来看啊？才，我只是跟你说有关乌龟的鬼故事。董希文，捉鬼先是暗夜不怕鬼敲。报道。